据说来到沙鹿不能错过文昌街内的肉圆仔。来到巷弄间的沙鹿肉圆仔，充满古早味的外观不特别起眼，然而这看似简单的小吃店却时常吸引饕客为它驻足呢。不过这里怎么既没看到蒸笼，也没看到油炸锅，不蒸不炸的肉圆仔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？一切的疑惑等到这碗肉圆汤上桌就能解开。原来肉圆仔不是肉圆，而是一个个洁白浑圆的鲜肉汤圆。一排又一排包好的汤圆等待下锅，糯米揉制而成的外皮富有弹性，起锅后的汤圆就放在清澈的汤头中，一口咬开，里头的肉汁就这样流溢出来，再撒上点胡椒粉，整碗肉圆仔汤喝起来更是够味又暖身。